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我们接着上一节课的内容往下讲。我于此世作佛，这一句里的“佛”是“诗的意思。 佛是天人师，他的职责在娑婆世界教化众生。教化众生要靠缘分，看机缘有没有成熟。什么是缘分？众生喜欢不喜欢接受他的教化，这就是缘。众生喜欢。 缘就成熟，哪个地方众生喜欢，佛就到哪个地方去教化。据经典记载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安居过，佛一生劳碌奔波，到处说经讲道，从未休息。 以善攻恶，这是佛的教学方法。攻是对质的意思。众生有错误的思想、见解、行为，还有许多恶习气。这些习气是多生多劫积累的，有的是这一生中。 从小养成的坏习惯，今天遇到佛，佛教人们很多善法，对治这些恶法、恶习、恶业，要是不改，必定尝到恶报，这一生生活就很痛苦。如果能改过自新，断恶修善。 就能改善自己的生活，使生活越来越美满。佛陀的教学法，目的就是教我们在这一生得到幸福美满、社会和谐、国家富强、世界和平。这些确实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愿望。 愿望要靠教育来实现，唯有佛陀教育能把许多人的见解行持拉近。教育的功能和效果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建立共识，使人们的见解思想差距不要太大，维系社会安定。 世界和平，这是佛陀现前的教育方针。拔生死之苦，这一句是佛陀教育的深远宗旨。佛陀教育不仅令众生一生得到幸福美满，还要照顾来生，生生世世。 如果不管来生，就不是圆满的教育。儒家的教育是一世的教育，只讲这一世。孔孟也教我们以善攻恶，但是没有把生死之苦。佛陀教育的圆满是不仅教我们这一生得幸福美满。 而且教我们生生世世都得圆满，这是世间所有一切教学、宗教、科技都达不到的，唯独佛法能达到。佛法的教学非常开明，应激施教，这是我们要明了的。善导大师在观经。 著书里就讲的非常明确，世尊开了无量的法门，不是让人们都要学的，是为无量不同根性的人开的。比如修定的人，可以修禅定，他在那个教学法里能得到利益，能得到成就。 心胸狭小、性情保守的人，佛就教他持戒，他很欢喜，认为这样很庄严。由此可知，众生根性不同，佛就用不同的方法来度化。比如，喜欢很活泼、很开放，什么事儿都不要。 那么约束，不要那么拘谨。佛就用大乘佛法来教你，明了事实真相，才知道佛家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不可以认为我修学这个法门，就可以批评别人、诽谤别人，因为我们的根性不同。 观念不一样，生活方式也不同，修学的方法自然也就各有不同。比如，我们向外国人介绍佛法，佛法讲求孝亲尊师，外国人没有这个观念，外国人对父母、对老师。 就像对朋友一样，恭敬程度不够，没有孝养的观念。中国人对亲师有十分恭敬心，他们有一分就很难得了。因此，在形式上要求他们，决定不能以中国人的标准。见到佛像要磕头。 要拜三拜，这些规矩吓得外国人再也不敢来。所以，我们教他合掌问讯，他可以做到，这样就好，就很难得，不必要求他顶礼。饮食上，他们肉食惯了，还不能接受素食。 也不要求学佛一定要素食。有些地方，由于我们没有能力关机，往往把众生学佛的因缘断了，使他们对佛教产生恐惧感，不敢接近，不敢入佛门，这是我们的过失。殊不知。 佛法通权达变，没有定法。尤其是近代，像黄念老说：“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外表礼拜都是属于形式，形式没有关系，实质最重要。这样佛法才能普遍弘扬全世界。” 这一部经典，念佛法门，比起其他经典法门，殊胜在哪里？无量寿经真的比较开放。本经要求的，可以说现代人，人人都可以接受。行住坐卧是最不讲究形式的，完全着重在清净心。 这句阿弥陀佛，坐着念也行，站着念也行，躺着念也可以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念佛。这样才能普遍让人接受，才能利益末发九千年的众生，才能普度一切众生。他不重形式。 完全着重实质，心清净，心慈悲，心真实，以这个真心处事、待人接物，用这个方法把生死之苦。这一句是教我们了生死、出轮回，切记。 唯有念佛法门能拔生死之苦。请看印光大师的两段教解：佛念众生，比众生念佛当欠百千万倍。若肯依佛言教，念佛求生西方，绝不至仍留娑婆。 若欲随分随力修持，即生便了生死。当专主净土一门，以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，则不论功夫深浅，无不临终得遂所愿。此之一法。 乃如来为末世众生无力断惑，不能了生死者，特设一决定了知之,之法。使佛不开此法，则无力断惑者，皆于了生死无望也。何幸得遇此法，虽无大根，能自断惑。 而待业往生，速出生死，又何欠憾乎？然此一法，统摄一切，能自断或自了生死者，尤须回心向往，方可速登佛地。切勿为此为浅近之法。 以为愚夫愚妇之所从事者，则当自得其意也。印祖这两段教诫，作为修学净土念佛法门的我们，要细细的品读，你会品出法喜来的。为什么？品明白了，恭喜你。 你的生死根拔掉了，另获五德。五德是五善，这是黄念老的解释。老法师的解释是，五德就是五戒十善，五戒十善做圆满就成佛。所以，同修们。 不要小看五戒十善，是人天小法。须知，做佛要自人天小法做起，人天小法发扬光大，就是菩萨法，就是佛法。我们注意到没有？许多画的佛像，佛顶上有三个字。 通常是用梵文写的，也有用中文译文写的。它的发音是“嗡阿吽”，这三个字就是十三夜。嗡、嗯、是深夜，阿、啊、是口业，吽是意业，代表深口意三业清净。 就是十善的圆满，十善做圆满，就是三业清净。佛与凡夫不一样，凡夫三业不清净，三业都染。菩萨修喜心欲行，断恶修善，还没有做到圆满，圆满即是成佛。 生无为之安，达到无为之安乐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而这个无为法，就是常乐我净，究竟真常。获五德后，一步一步能得无为法。生是进展，晋生。 不断的向上提升，这样才能获得无为，也可以说是正德无为，才是真正之安。安乐才真正达到圆满。如果没有真正正德无为，所受的安乐仅止于现阶段，在现实这个阶段。 得到相似的安乐，不是真的。真实的安乐，一定要证得无为。什么是无为？无为的对面是有为。知道什么是有为，就知道什么是无为。简单的说，有为就是有生灭。 什么是生灭？妄想生灭，起心动念，一个念头生，一个念头灭。只要有念头，就在有为法中。这种安乐就不是究竟。什么时候没有生灭妄念？这个境界最低限度。 是已经正得理一心不乱，是一心不乱还不行。是一心不乱，这在生灭范围，只是有很深的定力，把妄念压住，称它不生，其实是福。不是把妄念除灭，只是扶住它，因此还不是究竟。 正德理一心，智慧开，有为无为，一如不二了，便是真正无为现前。这才得到真正圆满的安乐，这叫生无为之安。这种理论、方法、这种殊胜的境界，除佛法之外。 是其他学术所没有的，在这个时间，中国、外国的教学里没有，宗教里没有，科技里也没有，唯独佛法有。所以，佛法教学称为最殊胜、最圆满。我们学佛就是要生无为之安。 果然得到这种境界，在原教而言，最低的地位是初住菩萨；在别教是初地菩萨果位。我们凡夫业障深重，依照这个方法修行，在这一生中能不能证得？古来。 祖师大德告诉我们：决定可以证得。假如不是我们世间凡夫能证得的，佛决定不说。佛说了没有意义，说的我们都做不到，岂不是开玩笑吗？佛讲经说法，没有戏论。 留在世间的经典里所讲的，都是我们世间人能做得到的。做不到的，佛决定不说。什么人能做到？老实人可以做到，因为老实人听话。凡是做不到的，都是不老实的人。肯听话的人是老实人。 意见多、不肯听话的，不是老实人。百分之百听话、完全依照经典教导、依教奉行的人，一生中决定可以证得这个境界。凡是不能达到这个境界，也就是我们对佛的教训没有完全做到。 这个过失不在佛，不在理论，不在方法，在我们自己。我们学习的心态有问题。佛说这些话，实在是苦口婆心的开导我们。请看下面经文：五般尼环。 经道见面，人民禅委，腹为众阿。五烧五痛，酒后转剧。汝等转向教界，如佛经法，无得犯也。五般尼欢，经道见面。般尼欢。 梵语音译，意为入般涅盘，就是入灭的意思。佛的化缘已尽，将来要入灭，不再住在这个世间。这两句经文的意思是：我将来入般涅盘之后，经道会一天一天灭下去。 经道，就是佛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以及离苦得乐的理论与方法。佛所传给我们的理论与方法，因为去佛久远，逐渐变质，最后也会在这个世间消失。佛的教学变质了。 如现在的佛教变成宗教，变成迷信，这就是经道渐灭。佛法本来是破迷开悟的，现在学佛人越学越迷，就是经道渐灭的现象。佛法如何能红遍全世界？ 必须恢复他教学的本来面目，这样才行。《法灭尽经》说：“首楞严先灭，然后一步一步都要灭，最后就剩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人民禅尾，复为众恶。”这是经道渐灭。 必然产生的社会现象，禅伪就是不老实、不实在、虚伪、欺诈。今天这个世界果然如此，人与人之间不讲信用、不守法度。学佛的四众弟子。 同样也克制不了自己的烦恼、迷惑、习气、染着，也犯大过。为是造作，这是说众生旧习气现前，又复造恶，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。拍马、吹牛、欺诈、不老实。 腹为众恶，又都来做种种的恶事。五烧五痛，酒后转剧。五痛是指社会动乱不安，人民生活困苦不堪。五烧是来世地狱苦报，作恶之人。 将来堕落三途的越来越多。酒后指的就是我们现在，我们距离佛在世时已有三千多年，时间这么长久，造恶受报越来越严重，这是说当今社会的状况。 怎样挽救这个世界？佛告诉我们一个方法：“汝等转向教界，如佛经法，无得犯也。”这三句经文是佛在教导我们挽救世运之道。我们自己得到这部经。 从这部经典里学到自己幸福美满的方法，我们也希望一切人各个一生中都幸福美满。我们有义务把这部经典、这个法门介绍给一切人，推荐给大众，希望人人都能明了。这是佛对。 大众的嘱咐，让大家互相教导、告诫，让大家与佛的经法无德犯也，不要犯道禁，不要破戒，彰显佛的无限慈悲。请看下面经文：弥勒菩萨。 合掌白言：“世人阿苦，如是如是。佛皆慈爱，悉度脱之。受佛重悔，不敢为师。”弥勒当机，合掌代表大众回道：“世人阿苦，如是如是。” 可是佛这样慈悲哀悯，全给度了。这句话很重要。本经《绝证极国品》里说：“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已生，若当生，皆须注于正定之句，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 阿弥陀经上面说的更广了，已经发愿，现在正在发愿，还没有发愿，而以后要发愿的这些人，他们都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当发愿的都在里头了，都得度脱。弥陀要解说的更好。 不论是智成心，还是散乱心；有心念还是无心念；理解或不理解弥陀名号，或者六字那佛号，或者这个经的名字——指《阿弥陀经》，一经入耳，不用文字，文字有要求。假使百千劫后。 毕竟因此度脱，百劫以后，千劫以后，因为你曾经听过这个名字，而得度脱。弥勒说：“佛皆慈爱，悉度脱之。”这句话就完全合乎经意了。受佛重悔。 不敢为师，受佛这样重要的教诲，大家都不敢违反，不敢把它忘掉。不敢两个字就包括养性，有感恩的意思。因为佛说：“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。” 就是不要信你自己的意思，放弃你自己的意思。你已经皈依了释迦牟尼佛。对佛的教导，虽一时还不能完全接受，最大的方便就是养信。佛是这么教导的：先信再说，而后你再去念经，再去思维。 佛有加辟力、摄受力，你就可以信。智慧不够，应该养信。信了就不能忘掉，不能违反。佛对于一切众生，不分国家，不分种族，不分宗教，不分类别，平等的教化。 平等的帮助，这是佛的大慈大悲，慈爱众生。佛在此法会中的教诲，真是不厌其烦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唯恐我们疏忽大意，所以重重教诲。 我们要记住，要感恩，要依教奉行。佛的教训，决定不能违背，决定不能忘记，一定要遵守。这样自己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，才能帮助这个社会，达到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 人类必须自己救自己，不自救就是死路一条。怎样自救？依佛教诲去做。我们有责任，有信心，让社会安定回归，让世界和平回归。请看印光大师的教解。 果具真信切愿，万中绝不漏一，末世众生，唯此一法堪为世护。已故法运欲晚，此法欲当机，善知识提倡欲切，须知。 欲学佛，必须先从敦伦尽愤，贤邪存成，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起。唐所行所存与佛相背，则纵终日念佛，其利益甚小。如众嘉和于沙鲁之地。 则难得大有收成，但常念佛，自可了无所憾。欲念佛求生西方，必须知因识果，身之所行，心之所念，须与佛合。若欲佛背，则纵能念佛。 亦难往生。以感应之道，不相交故。若能生大惭愧、大部位，改过如去毒疮，立志如守白玉，则万无一失，各得往生。佛是一切众生，犹如一子。 爱无偏党，常欲度脱，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故虽绝无信心之一产其背，亦无一念弃舍之心。近世之人多务虚名，不修实行。 口虽念佛，心欲佛尾。譬如药剂病服，何能愈病？必须念念克制自己习气，心心意念弥陀红名。凡有与佛不合之念头起，则自责曰。 汝念佛求生西方之人，何可起此念乎？正念一起，邪念自消，绝不许其稍住顷刻，必使心中净无暇秽，如净琉璃，内含宝月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 信愿持名，决定求生，方为真正修净土人。若有一念求来生人天福报之心，即修持精存，一名违背佛教。虽种善根，而了生脱死，当在驴年，可不哀哉？ 下面总结第三十七品经文的要点。第三十七品经文的要点，第三十七品经文有十五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：释迦牟尼佛为什么降生在这个地球上？ 我们为什么要学佛？释迦牟尼佛降生到这个世界，就是为了帮助众生把生死之苦生无为之安。他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证明。我们学佛的最终目的是把生死之苦。 生无为之安，怎样能够达到这个最终目的？效仿释迦牟尼佛，能够依教奉行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能够办好这件大事。第二个要点：如贫得宝。 对于我们修学净土念佛法门的同修来说，这个宝是什么？你认识这个宝吗？谈谈你对宝的认识。第三个要点：什么是德本？怎样植种德本？德本有两种解释。 第一种解释：六度为一切功德之本。第二种解释：六字红名具足万德为众德之本。怎样广植德本？务泛道谨，忍辱精进，慈心专一。 斋戒清净，第四个要点，什么是真正的精进？真正的精进就是佛号一句接着一句，做到不怀疑、不夹杂、不间断，三个不真做到了，你今生一定成就。 第五个要点：大道至简。你认可这个理念吗？为什么我们学佛多年，烦恼依然如故，没有学出健康来，没有学出快乐来，没有学出法喜来？学佛要做减法，不能做加法。 要把复杂的事情变成简单的，不能把简单的事情变成复杂的。大道至简嘛。第六个要点。下面一段经文，你是怎样理解的？大宝基金文殊师利受记会说：若有众生。 于彼佛土亦百千岁修诸梵恒，不如于此娑婆世界一谈之请，于诸众生起慈悲心，所获功德尚多于彼，何况能于一日一夜住清净心？第七个要点。 你怎样认识“一日一夜，慈心专一”这两句话的？在娑婆世界修行十日十夜，胜于其他世界为善千年。那为什么还要求生西方呢？有谁能做到一日一夜慈心专一？ 斋戒清净二十四小时。第八个要点：一对贫穷的夫妇把仅有的一条毯子供养给了阿罗汉。你从中悟到了什么？学到了什么？第九个要点：印光大师的两段教诫。 对你有何启迪？能讲几个有关因果的故事给身边的人听吗？第十个要点，佛教我们经法，要我们悉持思之，悉奉行之，转向教育，和顺义理。 自相约俭，欢乐慈孝，你做到了几条？第十一个要点：去恶就善，朝闻夕改。你在实际生活中是怎样落实的？两种改过方式是什么？你属于哪一种？ 第十二个要点：什么样的忏悔是真忏悔？第十三个要点：本品经文中哪一段经是彰显佛慈德无量的？谈谈你学习这段经文的体会。第十四个要点。 什么是无为之安？怎样才能得到无为之安？无为之安是一种什么境界？第十五个要点：受佛重毁，不敢为师。重毁是什么？是对谁说的？请解释一下。 不敢一词。今天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